今天我们有一个任务要 DIY 出任务了，哦，什么任务呢？我们要来做一张这一个客厅的茶几，有一个沙发的茶几，自己 DIY。我们有这个回收的板子，哦，然后来自己做成一张桌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怎么做了。好，首先这有两块板，这个是要当桌板跟抽屉板的地方，两块上下两块。然后这有两块是要当左右的桌角。好，桌角已经刚刚已经量测好了，上个茶几的高度呢大约是57公分。精准的尺寸，等一下我们要用这一把圆锯锯来锯它。那我们用这个靠山，哦，怎么一个靠山导齿直线切割靠齿，哦，就是给圆锯锯用，哦，那这边也可以松掉。夹木板夹进去，但是要先量好一下轨道，这样的宽度。锁紧。2.5，好，我们这里就戴口罩，护目镜。起哦！哇塞，完美！90度。超直的，哦，是差几度，
靠山，这个就叫靠山，有没有看到？继续割第二块。墙呢？来看，用中间平整，仔细看，非常平整。这只圆锯机太强了，哦，一样，哦，切痕这样，然后你这样是不是等于是这个在上面？来抬高。所以你知道这个圆锯为什么强吗？这样，因为老大已经昨天操练过几个小时，变熟手。这样哈，然后这个，这个会这样。哦，比如说15公分好了，哦，这样 ，OK， 然后这样就可以锁了哈，哦，来放下。好，这里就是8个洞，穿。
来来，敲这个墙。全部弄到紧贴平，不能再移动。移动我钻得动就歪，钻得动歪，锁下去就是歪。来，你哦，这样，底下要一指，然后上面这样。好了，哦，你才会知道。你要先锁哪一个啦？这个、啊，你才会知道这个有没有平，这个一定要平，要这样来，上一点。好，你这里重点，这里要平。好，不能动了。你这边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高一点，好，别动。关键步骤，这是量身定做，高一点，再一点，好。左右两个先锁进去，就不用在中间，就不用人扶了。好，转向啊，不，我去，人去，那块哪来？可弄到这边去。就是这样，好，钻了，握好，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好，
好 ，perfect perfect。再来就是那个吧。上来好，好，拿来。你干嘛不直立啦？来，拿一下木拿，倒下来也可以。对啊，倒下来比较轻松啊。倒下来也是一种方法。啊，聪明聪明。不要花，好来。啊，算你聪明有贡献，我认同。算你没有白长进啊。这个椅子那边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无伤大雅哈。无伤大雅。睡了，这样是大家都不用出力。对呀。等一下。我得画一条线，否则你们是不知道有没有水平。来，哦，等一下你们就看这条线底部哦。继续。等下，继续看到要看到线。哦，一定要看到线，因为我已经有多了。就这样，哦，这样看得到线。好了，算了。你那边顶着顶着，哎，顶着，顶过来啊，顶啊，对，我们跑了就歪了，我们现在是重新底站，边边啊，它有边边硬的啊。这不是小白兔软的，这是美耐板，都是硬的。这样方向是轻松多了。的确。好了。压好，我是要钻的哦。好，开始，继续钻孔。先钻，那你看，这样是不是比较慢？我不会。随时你用起来的结果怎样？太好用，真的。你看，我刚刚很慢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拨过去快速，对吗？你看，差多少？哦，善加利用这两个，还有扭是二十，很高扭力，这里是扭力哦。你看多快，有没有跑掉？嗯，没有。你看高效率电钻啊，然后它就有20+2好钻，这是中小钻。你那个橘子车好，以后千万不要买小钻，就是一般钻最便宜的1000块的，这个是1600的，加上电池2600的。好，然后换。
所以我以后一定是他的忠实爱用。威克士的忠实。对，哦，太好用了，真的，以后至少要这个标配，不，这一支等级以上的，下往下不要再买了，不要再买1000块的了。锁的时候就要换这个，哦，这样就会顺着转，不能不要太快，它就顺着转，你看。锁的时候退回来，钻就钻就过去，标准程序了 SOP。你看，要不然你再快的哦，你现在会转太多进去。哎，好了，你不用搬了，再拿两个螺丝钉。自己做桌子，居然做出这样的作品，好，对，来，哎，蛮稳啊，哦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加强一下，因为我有拿来啊，对，四个，这四个，哦，我想应该哈，这里四个应该就够了，哦，中间比这里比较。5公分的距离，转转转，钻破皮，派上用场。啊，我们这个已经是定做家具了，等级了。确保螺丝不会钻超过，这样，啊，这样，
你看，你连坐那种椅都可以用，坐现在的椅子都可以用。哦，然后晃度呢？还可以接受。还要加强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张桌子呢。哦，渐具雏形哦。那刚刚觉得这个会摇晃不太稳定，哎，我们又多加了两片哦木头下去，然后把它等一下钻洞锁紧，这样这个桌子的刚性就会更强了哦。然后这边就是空的，可以装东西了。哦，那沙发呢就放在这边，小沙发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就是继续用这个电钻加工了。好了，搬出来，再处理，出来，再出来，好。好 ，perfect， 看你摇晃，哦，有好一点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这个。这张桌子呢做好了哦，那我们去买了这个桌脚四个脚垫哦，这样这个我们切割下来的这个脚边呢，在地板这样磨来磨去才不会坏掉。好，接下来就换安装这个了，拿铁锤就来钉了，因为这个是铁钉的。3公分的地方。哦，两个完成。OK， 扛，测试稳定度，耶，可以哦，赞，这里，哦，桌脚就有缝了 ，OK， 垫高了，哦，这样就不会磨坏 ，OK。Thank you.
好。哪有？哪有？这样哈。好，然后这边要平衡哈，这边不管。你看，这样倒下来。像在做活动柜的厂商，好，最后我们来这客厅看一下哦。我们完成这一张茶几，它在这个餐厅这样摆设，看来如何呢？哦，然后加上侧边柜同系列的桌板，这样一个 ，OK， 再搭上这个哦长柱灯，哦，这样 OK。好，以上就是这个自制 DIY 的这个客厅茶几跟边柜的一个分享啦。OK， 拜拜。